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枫红的小车收藏，满满的一盒子，看起来有点怪呀。还好我的收纳架到了，我们就去拆快递吧。这么大一个箱子，真的好大好大呀！一共有60个格子，这也太良心了吧！现在我们就往里面装小车吧。装好之后居然还剩了一行，把它们全部收起来的感觉真的非常棒。把它摆在我的桌面上真的是超级的帅。格子的大小呢也是非常合适的，除了一些特别奇怪的小车，几乎全都是能放进去的。框架上呢配有挂环，也搭配了无痕钉，所以想把它挂在墙上的话也是可以的。虽然这剩了一行，但感觉还是不够用呀，毕竟我还有整整一箱没有拆过的风火的小车。